我们现在是在泉州下面的洪濑县，因为我们到泉州旅游，正好听说二月初六在这个洪濑县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民俗活动，所以我们就驱车30多公里赶到这边来看一下。听说这个活动在当地是一年一度的，然后比春节还热闹的一个活动。这个活动叫做天香彩街，因为疫情的问题可能已经停办了3年，今年恢复举办，听说今年的规模非常盛大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闽南，也是第一次现场接触这些民间的民俗活动。活动是12点开始，现在还不到12点，大家现在都是往这边赶，当地的居民各家各户基本都会参加。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。这些道具还在准备中，可能是因为这个活动太盛大了，所以这个现场的保安工作也是不容忽视。早到的这个交警就已经把这个路给封了，刚才我们开车过来这块是不能走的，我们又往回绕。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在调度。哎，队伍都在准备中。人说这个马，这活动参加一圈600，家长说。还在做最后的准备，快到脸了。我们今天来到这儿，让大家看到。蹲底也能看个缝儿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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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好在我的那个手机稳定器是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延长杆的，大家看看我前面好多人呢，我就根本就挤不进去，太多人了。
全是小孩。花车过去以后都会，各家各户都是门口都要设贡品，然后烧纸放炮，这可以领免费的。你看这个，这灯柱上还都有名字。不是，这应该是谁捐的吧？啊，每个柱子都在转，然后每个柱子上都有名字，都挂的这个官字旗。啊，这就是蓬莱镜关圣庙。哇，这是在合影。准备茶水。整个巡游队伍要把这个镇子上那些大部分的街道都要走一遍，说是，然后这些两边的商铺都会在自己的那个铺面前面摆上贡品，这些商铺现在都还是在等待状态，还没来呢。整个镇子走下来要到下午的3-4点钟，所以我们现在犹豫就不等了。他们最后要把那个把关帝送到关帝庙就结束了。这边街道围观的群众稍微少一点，都集中到那几个大路口去了，其实这边人比较少。我还捧着圣旨。就是要这样抢啊晃啊。哦，这个准备的贡品多。这是一个高层楼，居民都集中在这个前面这个台子上了，各家各户的排队烧纸。